好高兴结出上市公司大奖筹委会颁发呢个奖俾我哋新世界发展。呢个奖对于我哋集团嚟讲系一个好大嘅肯定。行稳致远，走高品质发展道路，系我哋集团一直坚持嘅发展策略。正正因为呢个稳健嘅发展策略，令我哋可以喺而家呢个充满挑战嘅环境之下，业务表现维持稳步增长。我哋始终坚持建设城市嘅使命，喺香港作为香港拥有最多农地嘅三大发展商之一，我哋积极推动农地嘅发展，建设北部都会区。我哋现时约有1500万平方尺农地位于北部都会区。而内地方面，我哋多年来深耕大湾区一线城市同埋长三角重点区域，坚持打造高品质项目。因此在市场观望情绪浓厚的时候，我哋依然取得好好的成绩，反映市场对于我哋高品质项目同埋我嘅品牌充满信心。集团发展业务的同时，亦都致力回馈社会，包括房屋、文化保育、社会共融、疫情等等。我哋会继续发挥影响力，坚持可持续发展，为社会创造共享价值。未来新世界发展会一直坚持打造高品质项目，深耕大湾区一线城市同埋长三角重点区域呢两个人口吸引力强嘅地区，紧跟国家发展方向，走高品质发展之路。